康熙的一个釉里红的百寿图一桶，18.7公分口径，高度是16.5，底足是18公分，也是一圈这个白粉釉，有破泡现象的，破泡的地方是特别脏，白粉釉。这是康熙的特征。他写的“万寿图”不是百寿，万寿图啊，这是少两个什么？两勺啊，这款是这样，百寿，万寿不是百寿，哎，嘿嘿，万寿图，哎，对不起啊，万寿，个个都是。长寿，总之是长寿啊！大家都长寿，祝大家。这个釉也是锦皮亮釉啊，每个字都不同，但是呢，很规整写的，很规整。他用毛笔写的还是竹笔写的，这个就不清楚。这个底是原浆原釉，哎呀，真是，你看这个底，玉璧底，这个边也是白粉边来的。你看，有旋纹的，很细的，有些地方还有是，可能是窑烧的时候已经是这样，成品的时候，大清康熙年制，三横，大清康熙年制三横款，万寿图。很重啊，这比较一般的笔筒重，相当漂亮。这光线不太好，这是我一个仓库来的。行了，好，谢谢大家。